这个我们现在算一个单位的啊，都给天津卫视干活。后来他们说要弄一个爱情保卫战，问我有时间吗？我说那哪合适呢啊？不是，我听说第一任主持人是选的你。不，他们后来说做这个节目一期得交2000块钱。我说我就犯不上了，犯不上了啊！你说错了，交2500块钱。现在抹一个零，交250块钱一期。哎呦，那你们这个节目真是家里趁多少钱也得糟心进去。其实我们这是哥们相好才这么说呢。我认识他好长时间了，但我怎么觉得现在比原来看着岁数大了似的？老了好多。有白头发了，那好多，不像你又嫩了。你是染的吗？特意的啊？是染的吗？这保密，就染的特好，我怕给他们做广告了。真的啊？真的真的。你瞧瞧人家啊，站这就像一主持人那样，你看我站这怎么就像主持人说相声似的？挺好，人都说同行是冤的，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啊，一点都不冤。哥们到一起了，看得挺开心，而且人家还没空手来送礼物。真的呀？我这礼物三层含义哈。哦。这一对其一，对于这个钢丝来说，这不太好。这礼物送完之后，他少很多说于谦的题材，有说于老师的题材啊。这是一对，其二，这个礼物送完之后，对你身体很有利。我的个天哪！你们猜猜这是什么？没法猜了，打开我们参观参观吧啊！不会蹦出一蛤蟆来吗？我的个天！您给拿一下，受累。带着吧。你看啊，第一啊，第一，第一，不能再说于老师老烫头了吧？对了，对了吧？第二呢？第二添了个新爱好啊，对身体有好处啊。这个对身体有什么好处？哎，抽烟喝酒烫头发，您把抽烟喝酒记了，烫着头发喝咖啡，理解的不一样啊。对，为什么会有好身体呢？戴上之后啊，不敢见人，满处乱跑啊，跟锻炼是一样。戴一个怎么样？好，来，这合适吗？这事儿闹的，好什么好啊？怎么那么热呀？但是挺好，人家没空手来。不，这个可以，要不然您转送给于老师。别给于老师，岳云鹏，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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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一个给大伙儿瞧瞧，参观参观。要不我拿这盒子？行，岳云鹏带这之后可好看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口在哪儿呢？没事。我的个天！火！你这不是一般的寒碜，真的，但是挺可爱，带着吧，挺暖和的啊。那不行，热热。今天那个赵川来了，特别的开心。既是同行又是朋友，好哥们坐一起，好好的聊一聊。好好，来，咱们坐着聊，好吧？来，来，欢迎赵川，欢迎。节目主持人赵川。天津卫视倾力打造的大型情感综艺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旨在帮助迷失在爱情十字路口的众多恋人直面困难、解决问题，勇敢走向属于他们的人生幸福之路。不管是合是散，让爱情不掺杂一点杂质，是节目一贯秉承的宗旨。而作为主持人的赵川，则凭借睿智且充满亲和力的客观分析，成为整个节目的一大亮点。还看吗？还是不要看了？小杨，你过那样的生活，你究竟被什么迷失了？你要找不着，你真的改不了。谁说不允许？不是不合理吗？不，结婚要慎重。如果写日记的是他，你原谅他吗？没想过啊，没想过，现在开始想。小川能说啊，做节目做得特别的好，今天这期节目相信会非常的快乐，让我们跟赵川一起来乐吧。